就是打服战的这几个指挥，打服战的这几个主播都是不够的，就只能说你在外面各凭本事，看能借多少，看你的人脉关系有多硬。就主播只要打了服战，必然是借钱的，有一个算一个。炮文不同啊，炮文可能嘴上不说，他肯定是一样的。吧，我刚才一进入战斗就跟你们说推了，你们说不信，拿啥推？你不配说，你不配点评这两个队伍，对不对？我就告诉你了，一看那阵法和轮动倒地，我就明白了。而且花果山一旦被点的话，它启动很慢。精英带、西瓜带、呆瓜带，呆瓜那不是带，呆瓜主动退款。近期在开发月月带，月月不行，月月还没嫁人呢。月月抓紧时间啊，把婚结了，收点彩礼，然后把彩礼钱借王哥，借王哥还苦难。这飞机我跟你讲，全梦幻没有状态能飞出这数据的，就只有西山这个果子。西山的果子真的是独一档，穿刺全是1.2，武器1100的，花的这么好，被宝宝平砍打了6000血，没了啊，这没了。好像最早用出其不意虚弥泪妖的就是生日跟曲阜，现在竟然还没淘汰三 D 单，但是好用就行。下面下场想看我们打谁？除了珍宝和福气，你们挑一个啊！把上联没进16强的气，我们得撒一撒啊！看不起我文哥，那你就看看你文哥还在不在。我觉得可能不在，因为群雄输一场就没。我刚才好像看着弹幕说他没了，好像打的是个豪门，打曲阜吧，啊，打曲阜好像。就是我不是弄了一把那个开局一把刀那号吗？有一天我去打一次剑会。就是士多岭成品3600伤还那士多岭，遇到这个月打服战打吗？这个月不仅打，而且打的特别多，比正常人多一天，多在不是周天，好像多个周六吧。老王特别喜欢你解说，能一直跟弹幕互动，因为我看不懂 PK， 总不能尬在那里。耳机109了，那就废废了，那就恢复原价。现在武神坛没有甲乙组了啊，就是有一个提前的这个预选赛。我操，壁垒！有点像胡歌啊，有明眼人啊，有点吧，是吧？李逍遥吗？啊！收工，轮总来鱼岛开号。
这个月小组赛一定要认真打。是啊，高经验，因为原来对高经验的认知是，就是可能经验第一99%进，98%进，结果第一的没进啊，23、24都进了，这点肯定认真呀。关键肯定指挥把上个月的指挥费都退了，那肯定得认真。多带点战神吧，战神上个月用了。那个谛听啥时候排虚弥？应该明天吧。告诉大家，大家不需要再内卷了，不需要再刷经验了，经验第一也没啥用，经验第一该不进还不进，让大家躺平，安心享受游戏生活，是玩全副擂台啊。这个月再不进，是不是再退一个军队？上个月本来没收，没法再退了。这个月再不进，是不是呆瓜就得他妈得啊，写欠条了。西山有很多没做完的事情，但是实在是不行，火力太猛了，谛听、大唐、神木换着来，结果还他妈大克。这一个水云龟，不是青蛙死就是水云龟，就浪淘沙，全场的十个人物没有一个有其他吧。两个冠军服务器，生日快乐啊，和西山老街。按锦衣统计来看，只有这三款啊。